概我们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样子啊，会到达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所在区，就是羊驼雍措。然后羊驼雍措看完之后，大约我们在今天的中午的一点钟左右样子，就在有一个县城区的地方，只能简单的用一下就是咱们今天的午餐，然后继续往西藏的日喀则方向啊这种方向走。然后我们今天大约大概下午，也就是晚上的吧，就七点左右样子，能到哪里？西藏的日喀则，我们住宿的地方啊，就这样子。途中主要的景点就是我们说的，除了羊驼雍措之外，还有一个冰川地带叫卡若拉冰川。以及今天下午还会有一座寺院比较独特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的话跟本藏区的其他寺庙不太一样，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寺庙融合了三个教派不同的教派融合在一座寺院当中啊，不同的教派融合在一座寺院当中。这个寺院的独特在哪里？还有一个区域地方叫做十万佛塔，也就是这个十万佛塔什么呢？是什么意思？有一尊佛塔上面镶嵌了就是我们说的壁画呀，画出来的这种壁画或者壁画的佛菩萨像，或者是里面供奉的佛像，累积相加起来有十万多尊，就在这尊佛塔当中里面。这个佛塔也叫什么？藏区来说的话，寺中有塔，塔中有寺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西藏风格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所在区，今天下午也会到达的地方的啊。是的，反正今天大部分的时间也在路上。可是今天的我们路上的话，大伙都是边走边玩的这种现象啊。对，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像土耳其，但是我们去过，所以就把它录下来，就当做我们是在大陆也可以看到土耳其。是土耳其的公路，有些路段会看到这种风景。没有水哦，土耳其。土耳其没有水。没有。地段啊，那咱们等会还要翻这座大山啊，我们现在大家的左手边的对面的那座山坡山脉要翻过去的，我们等会要翻一座山才能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旅行当中的第一个景点啊，羊驼雍措啊，就要翻这座山脉的，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第一个门口一样的，这样子从这边翻过去这种啊。那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了，路边上啊，就刚才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啊，有些咱们队员看到了这些小山体区域地段啊，画了一些什么呢？有些图腾啊，图案像梯子形状的啊，也有一些藏文的文字啊，这就是一些经文之类的
如果大家仔细看到了，旁边有一条河，这个河的名称，我们大家昨天也下来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的，叫拉萨河，拉萨河跟这个地方是雅鲁藏布江的一个交汇汇流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区域地段，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水流啊各方面上相对来说比较急，再加上水的话比较这个区域地方比较水这个水量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区域有一个丧葬的习俗啊，有一个习俗当中丧葬叫做水葬，大家来西藏之前也有可能听过一些有关这种西藏的一些民风民俗当中在藏区尤其是丧葬方面来说的话，大概都是什么呢？主要还是什么天葬为主。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区域地段是什么呢？类似于就这种水葬的一些区域地段会有这种东西，然后会画出来一些这种梯子形状的这东西，那代表的是什么呢？人们把愿望就是这位遇难者或者去世的人为了他的这个灵魂早点这种怎么所谓的六界当中苦海脱离苦海这种升到极乐世界那种愿望吧，然后写在这些这些石坡山体区域地段写出来一些白色的梯子，或者写一些藏文的经文，类似这种样子，然后写在这些区域。这种的地方的话，就是基本在这种我们说的沈山圣湖这种区域地方也会比较多一些的包括写这种梯子这种。那么等会可以看到雅鲁藏布江上最大的一个水葬台就在等会我们可以经过那个区域地段的大概就十来分钟样子会到那些区域地段因为在藏区的很多这种风俗当中有存在这种现象水葬上都是夭折的夭折的基本上都是小孩就相对来说这些地方用的这种水葬比较多见一些比较多见一些。那咱们藏区来说的话，主要的一种丧葬习俗来说的话，应该是属于现在来说这个时间段包括近这300年到700年之段吧，这个时候我比较主体都用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是和在藏区所谓的天葬这种样子，天葬天葬大家应该听过吧在藏区现在藏区的很多天葬区域地段都是非开放区域，是不能游客对外开放的这种现象。咱们在中国的四川区域的有些藏族自治州地段是有对外开放的这种区域像四川甘孜州的一些色达周边的一些区域，有些地段是有对外开放的这种现象是有的，可是咱们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所有的天葬台都是非开放区域这种样子。天葬的话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在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在山顶上，并不是我们这种的随随便便一座山顶上有天葬台嘛，那不是的，那也有一定我们意识上来说的话，很多大德高僧然后在有些山脉区域，有些山的山区域地方，由加持过的区域地方，然后就会有当地人会这个地方会举行一些天葬的一个区域地方，天葬区，比如说拉萨的话非常多的，拉萨城市周边就有4个天葬台区域四个天葬，包括我们拉萨著名的有个寺庙叫做色拉寺，色拉寺的左右两边都有天葬台这个样子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天葬台范围的区域地段这种。那天葬的话主要是什么呢？是我们所谓的去世的这种驱河就是这种尸体，就是相当于就位给你位给我们在藏区叫做有一个动物叫太阳鸟大家很多时候就秃鹫秃鹰连接近就是这样秃鹫然后把人们的这个去世的这些躯体躯壳就是相当于就喂给的这些秃鹰和这样子秃鹫就这样子所以在藏区的话就是这种风俗当中就是有这些丧葬仪式这种现象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什么呢？雅鲁藏布江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枯水季节，它的水量没那么多这个是这是距离的，反正这个是雅鲁藏布江。咱们现在正前方的这座山看到吧，正前方，然后大家从这个外部大家的左手边的这座山，这就是我们西藏著名的四座省山当中的其中一个省山，名称叫做加桑楚若日，跟拉萨的药王山我们
明天下午会去那个到了拉萨之后会去夜间看布达拉宫，旁边有一座山叫做药王山，跟那个一样的，就是西藏的很多神山圣谷，它看起来没那么雄伟，没有那么雄壮啊，可是他们的宗教地位非常高，跟那个一样的，这个就是一座神山。然后从这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大家正前方位置的话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有插着红色旗子的地段啊，从这个位置现在看到吧，正前方啊。那旁边就是江水的旁边有插着红色旗子的这个区域地段啊，这个区域地段呢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地段的一个水葬台，在这个地方看到吧啊，在这个下面就是水葬台啊，这个水流相对来说比较急，引起这个地方会有什么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习俗当中的葬葬当中的水葬啊，人都啊乱跑跑是吧，水葬地方哪里有秃鹰，那是鸭子哪里有秃鹰啊，哎那个哪有这么小，啊，这种区域就是水葬台类似这个样子啊，然后旁边这些山上山体区域地段大家可以看到画了很多这种的图腾图案啊，对，这代表的就是什么，人们希望把他的灵魂早点有点像超度一样的那个样子啊，早点离开六界当中那个样子，所以说画出来这种比较多，包括天葬台也是一样的，水葬台看起来很简陋啊，各方面上很简陋啊，类似这种天葬台也没那么所谓的什么，不是并不是什么大型的法场，不是这种样子，就是山顶上简简陋陋的那个样子。可是这个是我们佛教传入到西藏之后才有的一个习俗啊，才有的一个习俗，佛教传入到西藏之后才有这个习俗。咱们西藏的历史来说的话，最早期的话，咱们藏区的主要的丧葬仪式的话，还是土葬啊，土葬。大概公元七世纪之前，在藏区来说，1300年前都是还是跟广东人差不多一样的，就是跟差不多这种土葬的方式。那佛教慢慢的转入到西藏之后，才有了什么我们所谓的这种土葬的这种仪式，这种为什么呢？有一个佛教的一个小典故。就是说释迦牟尼当年2600年前他传教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小典故，就是说他遇到了一件非常饥饿的一个小老虎，看到这个老虎之后呢，他非常心疼他，然后他就没有什么吃的了，然后佛祖释迦牟尼他的身体上面割了一块肉，然后丢给这个老虎，然后这个老虎救下来，也就是通过这种的方式的一些什么我们所操作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割肉救老虎的这么一个小典故里面，慢慢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西藏的这么一个风俗，这么所谓的什么呢，就风俗当中就是天葬这种啊啊。那等会再说啊，大家先到这个景区现在这个区域地方购门票的地方，这边有卫生间啊，需要上卫生间的上，大家都上吧啊，下一站还得差不多有。现在这里是曲水线，只有18度，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冷，对不对？这我们的司机大哥，大哥，真赞，赞，开车技术非常，对，非常的赞，好厉害哦，那个小小的差那么一米米也开得过去，太强了。这边的太阳紫外线很强，所以温度低，快冷。那个就是要拍啊，做记录啊，要不然呢？啊？对啊，就可以回忆啊，这就是一种回忆啊。哦，这边的太阳真的超大的，他们很多标语。你看他们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标语，刚刚这边还写了缺氧不缺精神，蛮好玩的。哦，好热，好热啊。天葬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典故，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一个蛇身啊，然后救老虎的这么一个典故，来到西藏之后，佛法传入到西藏之后，咱们藏区的很多啊、这样佛教当中就慢慢出现这么一个习俗。因为呢，很多人认为啊，就是我们在高原上面来说的话，
前任去世之后，把这个身体最后啊，相当于就是捐出去的这样子啊，喂给各种需要，比如说有某种动物啊，那比如说我们在上车来说的话啊，太阳鸟被当作是一个神鸟啊，就是说是它是空袭某个化身，这种说法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高原上面没，如果不是这种通过这种方式把啊，就饥饿的这些突兀喂出来。要不然的话，他会又会夺走其他的生命，有可能啊，其他的那些小动物也好，或者是这个样子，有可能会杀生。所以为了这种减轻这种杀念，然后最终把这种佛教的教义来到这边之后，然后把人们的这种啊躯体啊喂给他，喂饱他，相当于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了这种方式啊，所以就有些这种教义出现之后，有了这种的习俗，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主要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宗教的一个关系在这个样子，所以咱们在藏区的话，就是丧葬这种当中，主要还是天葬为主啊。天葬的其他内容就不细节讲了，没必要讲这个东西啊。细节的话没必要讲啊。那大概就是我们就是丧葬当中主要还是咱们在藏区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天葬啊。除了天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水葬。水葬的话，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就是夭折的小孩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天葬当中，有可能今天在这个天葬海区的地方，大概有十几个躯体在这个地方。可是呢，有些躯体呢，就是不一定能吃得那么干净啊，就是吃得那么干净，所以把它这个躯体没吃完的这种东西带到哪里？那水葬海区啊，丢掉江里啊，对不对？丢掉江底，这也是一个水葬的一种方式，也有这种现象。对，除了这两样之外，怎么上去还有火葬啊，也有土葬，也有树葬。那最神圣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我们的塔葬。塔葬，我们塔葬的名字叫灵塔。塔葬有两种，我们明天会去西藏日喀则这一带区的地方最大的一座寺院，叫做扎什仁波寺，是什么藏传佛教体系当中的一位著名的高僧啊，叫做班禅大师，班禅阿尔德尼啊，他的法称啊，就班禅大师的一个住心区域的寺庙。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大德高僧的灵塔，都供奉在这些区域之外。灵塔所谓的塔葬，是在藏区来说的丧葬当中最高级别的仪式，以及非常纯真的一种形式，非常就是地位相当高的这种形式出现了一个。塔葬有两种，一个叫做真身法者塔葬，另一个舍利子塔葬。舍利子塔葬是什么样的？很多大德高僧进入涅槃之后，然后盘腿入席，最终进入涅槃之后，他的法体火化起来。火葬的方式，火化出来之后，在他因为他的比如说那种遗言，通过他的遗言那种方式，他的这个火葬就是过程当中大概要分走多久时间啊？有些是七天，有些是15天，有些是3年，等等这种现象，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法体火化之后，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某种东西把它封起来，然后再打开这个就比如说到了一定的时间到了之后，然后把有些大德高僧会去把这个打开，这个时候他们很多大德高僧的法体有可能还是岸然不动的，就是原来的那种样子啊，只是就身体上面的这些都基本上都是高温的情况下来该烧就烧焦，可是呢他的很多眉目也好，包括他的脸型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跟非常接近就是生前的那种东西，虽然说用高温当中火化的，可是他的身体稍微有变缩小而已，可是他的法体还有没有化掉，也有这种现象。这就是我们什么真身当中的真身活法体啊，怎么样？也有些大师远近时候这种火化过程当中，他的这些法体都化成灰之后，慢慢会出现一些镀金的东西，结晶形状或者这样子，也就是所谓的舍利子。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那些大德高僧他们留下来的一些图纸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把这些圣物然后包起来供奉在寺院里去，建成他们纪念的一些佛塔，佛塔当中也供奉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真身，就是灵塔当中的舍利子。那真身呢？真身就是什么？就是他生前时候就是那种形状，
啊，百步下去，啊，累不累？他进入涅槃的过程当中，啊，进入涅槃之后，然后他身体上面的所有的水分都吸干，吸出来，通过藏医学的医学方式来处理他的法体之后，然后为他的法身供奉在佛塔上，这就是真身法体的成长。有两种这种现象。对在藏区的话，啊，这种啊伤害也是也比较多啊，这种我们说的有塔藏这种样子。我明天会可以看瞻仰到这些寺庙里面的历代达赖喇嘛的那种塔藏啊，历代班禅大师的塔藏。后面我们会到布达拉宫去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打的高僧，就现实生活中西藏来说的达赖喇嘛，也可以看到啊，也都在寺庙里面瞻仰到的寺啊，可以看到。所以在藏区的民风民俗当中，藏藏这种来说的话也非常多啊，这个样子。可是主体的还是现在全藏区来说的话，主体的还是天葬，天葬。那也有人会说啊，那在藏区有了这种水葬之后，是不是水产的东西也有这种说法啊？在藏区，我们在宗教的教义当中没有明确规定啊，藏族人不能吃水产，啊，我们说的什么水里面的东西不能吃，没有这样，啊，这是咱们自身的戒律当中，戒律当中慢慢就是开始不吃这种东西啊，并不是宗教的教育当中严格没有这种规定。那很多游客会来到西藏之后会这么说，那藏族人为什么不吃鱼？啊，为什么不吃鱼？是不是有关水葬的原因，所以不吃鱼？有的，是不是这样？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还是在藏区呢，不能说不吃鱼。在藏区，比如说我们刚才经过的有一个县城，啊，叫做曲水县，那个地方有些村庄，它就靠的是打鱼为生，它的就是经济是生活就是通过就是打鱼来维持，有点像靠海一样。它没有什么种植的区域地段，也没有靠山挖出这些什么草药之类的，它只能就是打鱼为生。那这些鱼谁来吃？也有藏族人也在吃，只是佛教的教育慢慢的传入西藏后，人们把越来越小的这些小生命生灵，就是吃的越来越少。不光是咱们藏区来说的话，就不光是水里面的鱼虾螃蟹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都是不吃，大部分都是不吃。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刚才看到飞的那些鸟类都不吃啊。在藏区主要是什么，相对来说体型比较大一点，像牛羊类的，为什么呢？那比如说它大概就是啊，就尽量的少杀生。虽然说为了这些都是环保，为了自己的肚子，为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这些区域地方就地取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为了，虽然说我们都能生活当中，可是尽量避免啊，就是这种打猎的事，这些少数生命都杀戮。主要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大概打个比方啊，我们在藏区来说，一家人然后出去之后吃一顿饭，比如说鱼鸭鱼什么那种鱼虾什么之类的这个样子，那为了一顿的填饱需要多少条生命那个样子，所以说不杀生这个样子。虽然说杀牛羊也是杀戮，可是牛羊能够好几顿啊，就这藏獒了啊，狮子啊，藏獒，比如说一头牛，咱们藏区来说的话，一户人家的一头牛是一年的肉啊，基本上都是过冬之前的时候储存起来啊，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藏区过冬之前，大概到了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阶段，这个时候是在藏区的一些很多牧区地方会宰杀一些什么牛羊的样子，这个时候很多在这区域地方城市里面的很多啊这种百姓会去那些地方购买这个东西，就是为了保住储存一年的食物，然后把一头牛啊买回来，然后宰杀，然后自己家中储存，通过风干呀什么等等，这就是一年的一个啊一年的一个那种我们所使用的肉啊，就这样子家中的。那比如说这一家就一年当中就杀了一头牛，它的生命啊累积的。那比如说就是天天吃什么海鲜之类的，那就为了填饱一顿的饭，那是多少的生命。所以说这种教育，当佛教的教育传入到这种区域之后，才有了就是忌口，通过忌口的方式来放生。在咱们很多公益文化不就有吗？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每次都这样。对，我们很多人会说放生放生，其实放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寄养。比如说我们外面去市场上面买一些鱼，然后或者是什么一些小动物放到什么地方，它能生存下来吗？不可能，不是，这是不科学的一个放生方式啊。可是它的这个行为还可以称赞的，可是只是它做的方向不对啊。所以在藏区佛教教徒来说的话，对最佳的一个放生的方式就是寄养。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鱼里面，就是我们水里面的这种水产的东西，在藏区相对来说我都比较忌口，尤其是长者。可现在很多年轻人毕竟走到各区域地方之后，在拉萨很少有人吃的。比如说我走到，比如说我啊，我自己啊，我比如说去内地的很多区域地段，大陆一些地方啊，尤其是海边区域，不得不吃啊，没啥吃的别的啊那种，然后也可以吃一些，我也喜欢一些吃东西，那就比如说鱼啊虾呀、啊、什么的也吃。可是回到拉萨不敢吃，在家里不，反正你在家里就不敢吃的，外面餐馆里面有做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在藏区比较忌口的是有什么呢？是绝对不能吃的，是什么？有我们说的狗、马、驴，这些是绝对是不能吃的啊。这是我们在藏区很多教义也好，教规当中也好。在藏区的很多老百姓和这种传统下面的很多人，就是很多牲畜，就是说的是上面长牙的这种，都是啊，就是上牙长出来的什么，就是牛啊、羊啊，就是我们说的马、驴啊，这些都是都长上牙，都长羊啊、牛啊，都只有下牙没有上牙啊，这种也有一些习俗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在藏区的话就是狗、猫啥这种啊，反正就是都是绝对是不能吃的啊。包括我们它的鸡鸭相对来说吃的也比较少啊，就真正的就是藏民族来说啊，不都算猫也是猫比较少，没看到啊，开始上山了啊，大家这样子啊，爬山当中。所以说啊，上山当中啊，动力不足，所以说大家想觉得闷的话，旁边的这些窗户打开一下，好吧？啊，爬升啊，因为车马上它温度挺高的，要不然就直接会发动机会爆啊。所以说，在藏区的很多包括就是什么这个饮食文化上面，跟咱们中原文化还是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主要吃的是什么？牛羊肉。那牛羊肉怎么去吃？我们在交通发展之后，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之后，运输的越来越方便，所以说很多的蔬菜、水果之类越来越多。你是以前来做的话，在那里，你吃了蔬菜去哪里找啊？啊，最多也就是什么萝卜啊，萝卜、土豆，以前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蔬菜。啊，类似就这样子。所以说它这个吃饭的口味非常重，基本上都是牛羊肉，以及牛羊肉的内脏来做出来的啊，内脏来做出来的。然后牛羊肉当中有些是蒸的、煮的，也有生的，生牛肉、生羊肉啊，这种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在藏区藏山当中有一个美食，一道美食叫做什么呢？咱们藏族人来说的话，就是一道美食，生牛肉酱啊，生肉做出来的剁的一个酱，然后里面加点辣椒，但是那这个是绝对是一个像美的东西啊。对，可是对于外地来的同志来说的话，在这些地方啊，生牛别说生牛肉酱了，生牛肉都不敢吃啊，就是这样子啊。在藏区啊，有吃过对吧？尝试过对吧？对，这种怎么着的啊？这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呢是就是牛羊的内脏为主，内脏各种干什么肝肺什么等等，这种做出来血肠各种各样的，对吧？类似这种做出来的各种样子。所以在藏区的话，藏餐当中主要还是什么呢？牛羊肉为主啊，牛羊肉。生牛肉并不是说今天宰杀出来的马上做生牛肉，不是的，那是不可以吃的。我们藏区有一些是当天宰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啊。可是在内地包括很多中原文化来说的话，很多都讲究新鲜，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藏区是不可以的
这叫弥撒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对吧？为什么呢？啊，就当天这个宰杀出来的，然后这个是吃的话，对身体各种各样上面啊，比如说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宰杀的这些动物，因为你杀它之前，它身体上的很多愤怒这种东西在血脉当中慢慢渗入了，对吧？所以生肉吃多了，人们的这个野性慢慢就正常。所以在藏区，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差不多可以说是啊20岁之前，大部分藏区的人脾气特别暴躁，啊，暴躁的。吃了后期，慢慢的自己控制自己，自己慢慢就像通过佛教的一些教育当中，慢慢就啊就训出来了。要不然的话，可以说20岁之前在藏区这些人很野蛮，可以这么来理解。对，那种非常脾气啊，各方面非常暴躁啊。主要是什么呢？小的时候，藏族小族或者大部分都喜欢吃生肉啊，生肉吃多啊。可是这个生肉，我们刚才说，并不是当天宰杀的啊，是什么呢？啊，就这个动物宰完之后，牛羊宰完之后，大概放7天。这个7天是在藏区来认为是这个动物的一个什么呢？它的灵魂啊，从这个尸体也好什么的，都开始慢慢脱离的一个过程，脱离的过程。这7天之后，大家可以吃啊，那种各种样。正啊，啊，7天之后才能吃啊，在藏区，这是大部分都是。那可是，在藏区的话，很多都是过冬时候都会在自己的房屋。你们有机会再次来到西藏，比如说过藏历新年时候过来的话，能够来到西藏。那个时候，咱们在家家户户的门口，就我们拉萨包括那些地方，就是每家每户的背面的阴面区域地方的窗口区域地方，都晒干了各种各样的牛肉、羊肉之类的，风干的呢。啊，通过这种方式来风干之后保存下来，从跟一年当中的食物这种现象比较多，那怎么说呢？所以在藏区的饮食文化跟咱们的文化还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吃的比较多啊，这种样子啊，所以生肉吃的是越来越多，人们的这个野性，这种慢慢就是动物也有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在西藏，佛教传入到西藏之后，人们把很多的教义传入到这些区域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啊，全部都温室啊，有点像驯服一样啊，类似这样。好了，那现在还在上山的当中啊，大家看到吧？现在我们翻越的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啊，现在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啊，喜马拉雅山脉在整个西藏的山脉。最东端在哪里？我们上次去的山顶上看到的就是南迦巴瓦，还记得吧？有。哎，那个山就是我们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最东面东端的一座山峰，一直延长到这里2000多公里，然后它的最西端境内在哪里？牛尾峰，也在尼泊尔跟西藏境内交界区的一个山峰，叫牛尾峰啊，就是全长达线2000多公里，它的主峰是什么？世界第一座高峰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的主峰的周边，形成了由我们所谓的世界前五座高峰都在珠峰周边这边。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翻山，就是翻越的这座山脉，叫做什么呢？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啊。然后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这些山坡啊还是没有绿色的啊，是没有变绿了啊。然后过差不多啊一个月之后吧，大概雨季也进入了之后，然后这些区域地方都是草坪啊，就是比较短的那种草是有。然后牛羊也慢慢就是转场。在高海拔区域地方呢，基本上都是夏天会比较放牧啊，然后就特别需要有转场，然后满山遍地都是。然后河谷地段是，现在是我们看不出来有比如河水啊那种，就是这个区域地段还是有那种冷些的，就是雪山融化下来的雪水，然后流到这个区域，形成了一条雅江河谷地带。啊，咱们不断的这样翻这些山口，大概就翻3座大山才会到今天的第一个停靠点，海拔4900冈巴拉山的山口。从山口往下看，是见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平均海拔是4500米，湖面平均海拔是
4500米，我们会到达了海拔高度是4900米，从山顶上往下看。首先先这样，从山顶往下看，看完之后咱们再继续往下山，然后沿着湖面湖边走上到哪里，就是今天中午用餐的地方。然后我们到了湖边的时候，又给大家停下来，近距离接触一下手，可以走到湖边啊。我们路上也可以看到大家就有些区域地段游，刚才看到吧，藏獒啊、牦牛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有些当地的这些藏民们把这些弄牵过来，有些停靠区域或者有些观景区域，有人会弄出来摆设让你们拍照收的。所以说拍照之前大家价格问题问题基本上都是大概10块-20块人民币，随便可以拍照怎么样，大概是这个。所以你们提前谈价格可好，谈好，要不然的话有些游客咱们答应来做再多一点事情为了就不想花这10块钱，然后偷偷的去拍照，人家明明规定就是拍照要收费然后偷偷的拍结果就这个钱没交吧，对吧？然后周边的村民们过来你乱拍照，这些不可以这样乱拍照然后他会相当于罚款一样乱收钱，会有这种现象然后出现一些冲突等等都会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大家想要拍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提前跟他打招呼大概拍我骑着这个牦牛可以骑的我骑着这个牦牛拍个照大概多少钱，跟他谈价格20-10块这种是自己可以谈，有些牛好像可以上湖边可以走骑着牛可以上到湖边，然后登上水里面，然后拍照，好像反正你们自己谈吧，好吧稍微休息一下，差不多就换点保护罩。你看我们要绕好几条真的，真的美好。我想做公司，你在喜马拉雅山呢？在喜马拉雅山呢？真的？那。你不要刀都断掉。没有，我现在抓着钱。是这个刀。没有啦，我要绑着，我有架子。你上次就是这样断掉的。它是因为很久没有用氧化了啦，用了蛮久了。汪淼，你在睡觉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个时候睡得着？这这么的美，我买过不是？没有啊，你看那些，你有那个什么？我买的是白雪。高一点，这句话也怪怪的。你个屁！抬要高一点。我说你的手抬高一点呐、啊。抬高一点，有时候我跟场面都会这样抬高一点。因为你们两个很恶心，好不好？拜托。我的影片学生会看，不要乱讲话。学生以后长大要抬高一点哦。有啦，我有没有看到后面好美哦？我们现在海拔4000多公尺，你看后面超美的，你看好美哦！天哪，那个天空蓝蓝的。好美哦！
现在这边时间都是318真的很漂亮。山谷的风，今天是我男生日，看手机。今天有一种。哪里有地标高度啊？这里的。那个。这样子也有啊。我干嘛要去跟人家挤？我自己都可以录影，又可以拍照，多厉害！我们现在在海拔4441，这样录影多好。来，姐姐，乱录。这我们一团的姐姐啊，走、哦，赶快，我要来拍这里。天河的尽头是什么颜色？这里多美。还好我有买自拍棒，真的有买。虽然它不是可以头转来转去的，但是总比没有来得好。我不用求人家，自己就可以拍了。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这里就这么一个，超赞的。真是感谢老天爷的可爱，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高原反应，只有刚起床的时候有点偏头痛，结果那个不是高原反应，是自己平常的习惯。那喝了咖啡之后就好很多了，现在更好，完全没有。你看看上面的天空，好蓝哦，啊，好美！你看这里的湖泊。哇，超赞的！待会，哇，你看这个，这景多美，这样拍上去，哇，你看这里，好美哦！还好我选择来了，来了是对的。有人说太年轻了，不能来这边，尤其低于12岁的，因为来到这边。含氧量，他们因为活动量太高，所以12岁以下的他们是不接触的。318公路真的一定要来，318公路真的好美啊！我们现在在珠穆那个珠穆朗玛，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脑袋秀逗。你看到，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下雪花，好美哦，好幸福哦！初雪，我的初雪，它在下雪花，雪花片片，我捡到雪花哎，好幸福哦！老天爷对我们太好了，它在下雪花，好幸福哦！下雪花，有没有看到白白的雪花？好棒哦！我像流星落入这片。第一次看到下雪，就是在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啊，喜马拉雅山。哎，雪花哎，雪花雪花。哎，它在下雪花哎。好棒哦！下雪，雪花，雪花。哎，下雪，下雪。下雪，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对啊，下雪了，好幸福哦！下雪了，我们在喜马拉雅山，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下雪了，下雪了，第一次看到下雪，好兴奋，好兴奋啊！啊，我兴奋到想哭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雪景哎。在喜马拉雅山，感谢老天爷。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下雪，真的是下雪。下雪了。地球课堂钟声
你看，真的下雪，雪原来是长这样，一看应该是晴的，看到一个一个的，下雪了，下雪了，好棒啊！晴天还下雪，晴朗的天还下雪，下雪了，哇，好棒哦！这么好的天还下雪，你看，晴朗的天在下雪，你看，这个是雪，好感动哦，好感动啊！你看白白的雪。对，雪花飘飘，在喜马拉雅山，在喜马拉雅山，我在喜马拉雅山下雪了，天气晴朗，下雪了。啊，好幸福哦！我买自拍棒是对的，感谢老天爷的疼爱，老天爷对我、哦、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下雪。居然是在喜马拉雅山4441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有没有看到后面白白的雪景？下雪了，我帽子上都有雪。第一次看到下雪，好兴奋哦！不用在台湾追得要死，那么冷都没有雪景，结果这里没有好冷，有美丽的景色啊！下雪了，老天爷！啊，好感动哦，好感动。下雪了，下雪了，好美的雪景哦！你看晴空万里，下雪耶，你看地上都是雪，希望它下更大更大的雪，这样子更好。哇，雪景，雪景。好美哦！好美的雪景，好美，好美哦！下雪，4441，白色的衣服，红色的帽子，可爱吗？下雪了。很兴奋，很兴奋，我很兴奋，无法用言语形容。第一次看到下雪，晴朗的天空下雪，喜马拉雅山，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好赞哦，好赞哦。帽子里面都是雪，好棒啊！后面你看，好美的雪景，好美的雪景，下雪了，下雪了，感动，感动，感动！不要，我自己有拍，我自己有拍，不要，不要，不要。才不要他拍了，好了，乖乖。下雪了，下雪了，好赞哦！下雪，这么晴朗的天居然下雪了，好赞啊！怪，怪他的，就是雪。好爽哦！在上，哎，有彩虹哎，
在天空上哎、欸，居然是在天空上，它居然不是往下，那就在那儿。哎、欸，我们今天好幸运哦，看到下雪，又看到云，对，好了啦，不要了，爸，借我坐。羊卓雍错，错的意思就是湖泊的意思。你看这里多美丽，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你看看，真的好美啊。心的距离才不，我们今天来天气好的，今天来天气好好，这里的夏天知道悄悄，云朵真的超美丽的，放下宇宙，我要赶快去打这个游戏。你看这个生态，你看好美啊，好可爱啊，可爱一点点，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好美哦，你看，真的很幸运，守护你。在这里置身美景，你看多棒啊！哇，好美哦，真的是来到这种地方，还好昨天选择买一只自拍棒，真的是这样幸运的事，做了一件超赞的决定。我现在拍安哥啊，我跟安哥进入啊，入境。安哥，来，我是录影，还可以拍照，来。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这里的景色真的好美，好美啊！你看。想起大山大，王振伟你没来你会后悔，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我幸福哦。你看那边，我觉得你这边好赞哦。安哥是好男人，你看都帮我们拿包包，帮我们拿衣服，感谢安哥。当然当然是这样啊，感谢安哥。我们交怎么交易就是这样交易的啊。感谢安哥。哇，谢谢，我们要准备去拍照了。好。好。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你看好美啊，这边还蛮多的吗？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雪山山下，一群牦牛，你看多美啊！美丽的景色啊，真的宛如在诗画中。
你看呐、啊，你看一堆羊啊，不不不是羊。哎，等一下了，我要拍那个，你先走开一下。我走开了，我走开了。我要拍那个字。拍什么字啦？哦、啊，你快过了，你让我拍一下啦。变烦。我把它拉紧。哎、欸。越来越那个了，干嘛？鲸吞蚕食。我对你完全没事。是什么诺哈刺？大头刺，我很挑的好不好？是你自己一直卡位卡在那边。这个千年不化的雪山，好美哦！我已经坐到驾驶座旁边。多少交错，心的距离才不会失落。中年不化的雪山，这叫什么山啊？宁金康萨雪山。宁金康萨雪山。安静望着你放下雨中，你看，我像流星。哇，好多球啊，好多球，怎么超标啊？你就看到牛就看到超标、啊、一头牛多少钱？20000块，一头牛20000块。当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一起。你插得到吗？会坐到最前面了。来，挥挥手，后面的，要啊，我有录影呢。耶耶耶耶！你好，司机大哥，我认真。别影响师傅开车。没有没有啊，我只是在路上，我没有叫他看我。你看里面那种冰川。如果你戴点那墨镜的话，蓝冰就看出来了。戴个墨镜，你看。戴墨镜吗？哎，看蓝冰。当戴上看蓝冰哦，那个旁边。你看。前面塞车可以拍。高手。不会，就把高手就高手就好了，不要把刀放下去。没有，为了拍照不择手段。为了拍照不择手段，你看人家都下来拍，好美哦！哎，我给他车都看得到，差不多，看到更大一点。哎，我们等下那边会看到很多了，我们这看得到吗？蓝冰不容易看到，那你看到？就车辆多了啊，然后冰川融化的相对比较快，现在就融化到那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卡罗拉冰川下面有一个最佳观景区啊，大家啊可以听我的视线坐票。弄成这样子，好像不需要穿雨衣，好像不需要穿雨衣。别下车啊！你刚刚吸快点。哇，有没有看到？好美哦！我的手机居然能够拍得到蓝色的雪，好赞哦！你看，好美，好美哦！这里现在卡洛拉冰川。最高我们现在海拔5000多。安静望着你放下雨中，
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没有不舒服，而且我今天也没有吃。今天完全没有吃饭。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顶峰，现在这里就是大家拍的那些塔洛拉冰川，5020，哇，完全没有高反，太开心了，好兴奋哦，好好开心哦，哎，在这边呢、啊，我在录影，我们录影，边走边讲，啊。你已经高反很惨了，我人生高的一次5020，五零二零哦，好棒、哦！他如果没有零就是520，哈哈，今天刚好520，对，今天刚好520，今天是520，对，今天刚好520，好棒，好赞，好赞，对，啊，真好，开心哦、超开心的，来到这边认识大家更好，耶、yeah! yeah!。来拍后面，录影后面。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没有来转了的，你看这个怎么跟我刚刚跟我早上没有去拜访的那个镜头差好多。小伦，离古德勒走开，那个新的人，你走开嘛，不要每次我乱录。闪边。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共分为十三层，可是这个佛塔塔的形状是属于是咱们藏传佛教中的释迦摩尼所的八大善士佛塔当中的吉祥多门塔，这个塔名就叫做吉祥多门塔啊。然后这个塔中里面供奉有唐卡壁画、唐卡塑像，累积相加起来有10万尊。等会儿应该就是对外开放的啊，等会儿我们拜完主供佛殿之后，然后进入到这个佛塔去向过去拍的，大家找进到里面上那些台阶，也都能可以见到那个头像能走到3层的样子，可以去转机的同时，也可以给他拜一些这些。这个佛塔的壁画也是拍个拍照，却不知为你开心什么。老爹是第一个的，就希望佛塔。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
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然后下届晚会，那比如说这里有另一个这种，然后这寺庙里面最珍贵的这副唐卡，会一一的时候把挂在这上面墙壁上，然后摆上这个唐代唐卡，然后一年一度的佛教崇拜，这个区域地方是很大的。是我和黑洞多少交错，心的距离才不平行呢。这里的夏天知了叫着，安静望着你放下雨中。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主要我们来到这些地方，很多人是会说啊，进去之前必须要带一些东西，比如说香油啊、香啊、做功德钱。其实我们在佛教角度来说，这毕竟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带着一个纯洁的心，然后好好的瞻仰这一面尊容，之后你内心想的是菩提心，这就是对佛法来说放下自己最值得。所以大家来到这些寺院去，比如说好好的瞻仰一下。我们虽然说看的是他的外在的相貌，可是虽然说我们看不到他内在那个东西，可是你自己慢慢的长内观，增加一些慧根。所以说，我们进到这个地方，主要还是瞻仰这些东西。佛像是不能拍的，外观都可以拍的。啊，殿堂里面。有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眼底。经常我们能听到这些藏族的歌。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救你。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心的距离才不平行呢。这里的夏天知了叫着，感谢你安静望着你放下雨中。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而且他还让我把我心放着你刻在我的眼底。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
情愿，能守护你。这个都是在别人的影片中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亲眼看到，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一种虔诚的心，无所求，没有欲望的，非常虔诚。三拜大叩，真的好感动，感动到了我都想要流眼泪了，好感动，真的很感动。却不知为你开心什么，我想流星。现在外面7:50，还这么光亮。在西藏要真正的天黑要等到9点，真的没有啦，9点就有了啦，9点就黑了啦。昨天9点的时候还是微亮，它有一点点，但是已经很暗了，好不好？所以它9点才暗，真的好好玩哦。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拍很多很多，玩很多很多，看很多很多的美丽的景色。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农田相对来说比较广阔一些啊，然后河水也比较丰富，水流也比较丰富的样子啊啊，所以这个区域地方我们被称之为是世界青稞之乡这么样的一个区域地段。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整个藏区来说的话，人口居住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个区域地段，就在这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话，大概有100万左右人口住在这区。除了拉萨之外，整个藏区是人口以及城市规模最大的一个区域地方。这里也是在这个区域有著名的世界第一座高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上面有扎什布寺，也有世界第二大敦煌萨迦寺等等，住在这一块区域地段的。我们现在今天晚上住的也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先去用餐好吧？先去用餐啊，用完餐之后把民宿住。反正今天西藏特别晚啊，因为西藏的这些地方的天亮，这早上天亮的呢比较早啊，然后晚上呢夜间就是落山啊，天黑时间比较久，我们说的典型的一个什么白天比较长啊，就夜间比较短的这种时间，属于一段啊这种。我们今晚住在这附近。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平均海拔是多少呢？是3600多，接近3700米，跟拉萨相差大概就100多米啊，这样子的啊，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那个海拔高度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城市相对来说的话，比较会干燥一些啊，比较干燥一些。我的话到了酒店之后，大家房间里面多烧点水啊，就是多喝点热水这种样子啊。房间条件还好。然后呢，咱们明天就在主要是我们在日喀则这地方啊，市区中心里面有一个寺院啊，明天我们会去这座寺院，也是我们这次来到日喀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景区啊，就是我们这两天大家走下来之后听过有一个人物叫做班禅大师，对吧？有这么一个人物的，他的主要的一个住心区域，也是他的主持的一个地方的一座寺院，可以说是日喀则这个城市的最大的一座格鲁派的一座寺院。这个寺庙我们明天会早上会去参观游览朝佛，然后明天游览这个寺庙之后就这座寺院参观完结束之后，我们明天给大家就留下一段时间我们寺庙的门口那区域地方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街道区域，就是小溪的一个自由市场的样子，给大家自由活动时间，然后大家想买点什么东西也可以去看一看那种小柱子啊，什么小串串啊，小挂件啊，类似的样子，以及还是我们当地藏族的一些手工有名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马上就到用餐的地方了啊，马上就到。所以明天的话，我们出发时间和差不多半钟啊，我们回酒店的时候到他们家，好吧？
先去的地方就走向不同的方向，一个呢去阿里珠峰，甚至是那个我们的新疆方向，这样啊，就是啊，在这里也有的，日喀则有机场的，日喀则还是整个目前来说西藏唯一一个市有两个机场的地方。两个机场就是日喀则，就不用去拉萨了，是因为准备老去阿里。可以的，那你也要看秋桂那边规划啊。这就是日喀则这个城市的主街道，叫珠峰路啊，珠峰路主街道，它有很多的这些公路段的名称啊，都用了咱们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名称，比如说有上海路啊。是啊，可以商场。对啊，他们的商场就是我们的百货公司啊，你们的百货啊，我们都讲百货公司商场啊，然后很多的都有路上的名称，都有很多大陆的不同的这种名称比较多啊。有没有看到什么上海什么路？上海路啊，广东路、青岛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呢？是西藏发展当中有这些省会的人流前面的交通路照相，对对对，这个名称。好，那我们马上就到用餐地方啊，先用餐，然后再入住，办理入住啊。饿了吧？已经饿过头不饿了，已经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了，饿过去了。西藏的饭点时间，晚上晚餐9点。啊，西藏藏族在这里去，饭吃完差不多就可以睡了。那我觉得那个寿命比较短的原因不是缺氧，对，是因为太晚睡了。来下车。你看现在是晚上9点多了，还这么亮，9点05分还这么亮。这个9点多有点像我们的。大概6点左右，哇，它是厕所干湿分离，好棒哦！你看，这边好赞哦！而且你看，我们一开门哦，它的窗户就自动开，那个窗帘就自动开启了，好赞哦，好有 feel 哦！你看，真的很有 feel 哎，待会可以坐在这边泡茶那种 feel 的感觉。我想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用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这间真的很特别，你看，洗手台是在走廊外面，所以很方便，盥洗就直接在这边，干湿分离，超赞的。对啊，要洗脸要干什么？你看他这边还有那种湿气的，因为这边很干燥。哎，为什么我们开到暖气去了？那饭店还很贴心哎，还帮我每人准备了一杯冰糖燕窝。你看，还有水果。真好，待会要来泡茶，可是我们时间上已经，因为我们今天很晚进饭店，9点多了，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只能拍照留念。光看就好。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很幸运能守护你。
幸运的两边有多辽阔，天河的尽头是何颜色，两一年的寂寞都见过，却不知为你开心什么。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眼底，一出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距离才不平行了，这里的夏天知了叫着，安静望着你放下宇宙。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幸运的两边有多辽阔，天河的尽头是何颜色，两一年的寂寞都见过，却不知为你开心什么。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距离才不平行了，这里的夏天知了叫着，安静望着你放下
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的眼底。地球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告诉你
只想把你刻在我眼底。一出课堂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时光和黑洞多少交错，心的距离再不平行了，这里的夏天知了叫着，安静望着你放下宇宙。我像流星落入这片大地，我有秘密没告诉你，我只想把你刻在我的眼睛。钟声响起，我最想保存的回忆，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真的很幸运能守护你。真的很高兴能够遇见你。